小朋友们好，이번시간은요우리엄마는동화책송구월로읽어볼게요我妈妈，这是我妈妈，她真的很棒。我妈妈是个手艺特好的大厨师，也是一个很会耍杂技的特技演员。她不但是个神奇的画家，还是全世界最强壮的女人。我妈妈真的很棒。我妈妈是一个有魔法的园丁，她能让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非常的美丽。她也是一个好心的仙女，在我难过时会让我变得很开心。她的歌声像天使一样甜美，吼起来像狮子一样凶猛。我妈妈真的真的很棒。我妈妈像蝴蝶一样美丽，像沙发一样舒适，她像猫咪一样温柔，有时候又像犀牛一样强壮。我妈妈真的真的很棒。不管我妈妈是个舞蹈家，还是航天员，也不管她是个电影明星，还是个大老板，她都是我妈妈。我妈妈是一个超人妈妈，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。我爱他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也爱我，永远永远爱我。